TFBOYS 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个标杆，一直把这个组合给持续下去，能够就是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组合的力量。前面我觉得还需要这个东西，完后你打几小节这个，然后再转过去，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一开始这个咚咚咚，大这是必须要的，我觉得。嗯，对，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咚慢一点，一开始别着急，咚咚哒，慢一点，那你可以浮动动作的浮动，范儿大一点，对。好，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你那个哒哒咚咚咚咚咚。对，随便打，但是有窍门的，一会儿我教你这个小窍门。你先把这个衔接我们练好，好不好？要有气息的感觉。对。好。对。加底鼓。
你不管是不管是多小的音都在这儿。觉得我现在唱歌是比之前进步了一些，在唱歌上面下了一点点功夫，也是想把歌唱好，因为唱歌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所以说想把歌唱好，希望大家听的时候能够听得开心。嗯，第一个音没有发好。嗯啊时间是让人绝对等你。等到过往昔，不要往昔，往昔。对，别散。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好，再来一遍《笑着哭着》，挺好了，好一遍。笑着哭着东西，就是有风雨有诗意。蹦蹦哒，蹦蹦蹦蹦哒。是那些谁敢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你重重刷力量无限放大加上大鼓，好，再来，好，再来，好，哎，有了 ，OK， 有这个声音上到麦克风的话，包括低频，包括你的鼓的声音就会很饱满。你再试一次，好，自己记住，你这个音习惯用鼻音会多一点，但是你尽量，漂亮，再来一次。卡蹦卡卡，蹦蹦子蹦蹦子蹦，蹦子蹦卡蹦卡卡。然后呢，心里要想的要去逮他。对，好，我们从这儿转一下。
一直抗拒，我特别不喜欢跳舞，我觉得跳的又就是差，然后跳不好。但今年就是我自己提出来想跳舞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得突破一点。就现在渐渐的，就是说虽然跳的差，但是也还是觉得不抗拒了，还有一点点喜欢。对我困难最大就是贝斯，然后因为贝斯我一直很想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演唱会请那个谭艺哲老师做音乐总监嘛，然后我提出我这个想法，然后他也觉得不错，就可以加到我 solo 里面，也算完成自己一个小心愿吧。然后这个以后也会一直学下去，然后更加强一些。最后的那一句要算好拍，这个前后是三拍，然后最后的扫拉扫是一拍。全都跑到最后，就是台口这地方，就是在这舞台的最前面，所有人就全都来这地方，好不好？哎，这种玩，好不好？去聊，你们在这儿好好唱歌，突然间鼓你们开始。小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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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是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是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非常谢谢你们能喜欢我们，然后支持我们，然后陪伴我们。我是希望我们能在进步的同时，然后也陪伴着你们的成长，然后也能让你们就是跟我们一起进步。我们一直都希望 TFBOYS 会来泰国，看我们泰国粉丝。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再短短几个礼拜。我喜欢王俊凯大概有3年了，祝你演唱会成功，你是舞台上最灿烂的星。王俊凯1米8，希望你演唱会成功。唯爱王源。哥哥特别帅，我会一直支持你，祝你们演唱会成功。源哥我爱你，我会一直支持你的。在4周年演唱会了，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能够陪着你，希望这次演唱会能够顺利。哇，爱你千玺哥哥，一心一意，易烊千玺为易烊千玺撑腰。然后就是希望4周年了嘛，三只就是越走越好，澄海永远都不会暗的，我们一直在背后支持你们。我们能一起走，然后就是10年的演唱会，我一定会在现场的。对，一定会在现场的。祝 TFBOYS 成军4周年快乐，祝福今天的演唱会圆满成功。
次笑的笑说，要笑到失策，不惆怅，依旧安然无恙，依旧人来人往，伤才有算伤。我怎么变这样？祝福好不好？来，开。首先呢，希望九寨沟的同胞们都能够挺下去，然后我们大家一定会伸出援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对生活充满信心。谢谢，谢谢。其实我刚才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就即兴的说吧，我觉得。送给九寨沟的朋友们两句话，就写在我话筒上。第一句是这一句 Never lose hope， 永远不要失去希望。然后还有这一句Never give up， 就是永远不要放弃。九寨沟的朋友们，我们所有人的心都牵挂着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我们会支持你们的。谢谢，谢谢圆圆。千玺，希望灾区的朋友们能够坚持，然后我们也给予出我们的力量，然后让你们知道有我们就是一些很希望帮助你们的人在后面支持你们。然后我也是一个湖南人，然后因为湖南离四川也挺 近，没错。然后就是当你想到如果你的家人就遭遇这种灾难，你也会很心疼，所以也很想帮助他们。是，然后就希望灾区的朋友们坚持下来。谢谢 TFBOYS 组合，感谢你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关心支持九寨沟灾区。你们捐赠的100万元善款将尊重你们的捐赠意愿，用于抗震救灾，用于灾后重建的工作。对于你们崇高的慈善之心表示真诚的谢意。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2017年8月13日。谢谢，再次的谢谢我们的肖秘书长，也要谢谢 TFBOYS。 希望未来用你们这么高的人气，全世界这么高的关注度，去做更多公益正能量的事情。谢谢，谢谢他们，谢谢，谢谢。如此幸运，我们得到了你们的支持，如此幸运，我们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如此幸运，你们的目光总是守护着我们，而这一望就是4年爱的延续。也请你们原谅，这4年里在街头的遇见中，我们可能没有认出你，你兴奋地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有给过你温柔的微笑吗？或者你忐忑地跑过来找我们要签名留影时，我们有停下匆匆的脚步吗？时光啊，总是走得很快，快到我们并肩走了4年，却只留下眼神的对白。请原谅，虽然已经一起走过了4年，我们却仍然是不完美小孩。我们会疲惫，会脆弱，会偶尔不勇敢，我们会犯错，会任性，会时常不坚强，但是小小的我们仍然被大大的你们爱着，包容着。我们得到了太多的宠爱，此刻终于可以换来我们来守护你们了。我是王俊凯，
我是王源，我是易烊千玺，我们是 TFBOYS， 是被有爱的粉丝们守护了四年的幸运儿。屏幕前的你，舞台下的你，支持我们的你，希望我们的出现带给你们一点点的欢喜和一点点坚持的勇气。即使今天所有的容错，或许在未来某天会不留痕迹。我们在今夜，在这里，也一定要承诺日后会更努力，努力做你们的底气。最后，亲爱的粉丝们，谢谢有你们四年的悉心陪伴。岁月很长，让我们一同把日子过得像故事一样精彩，像亲人一样甜蜜。十年约定，你们不离，我们不弃。肌肉记忆一样，每次提到粉丝就是感谢，这真的是从我们内心真的想对粉丝说的话。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可能真的没有粉丝就没有我们现在今天，就是粉丝真的是也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存在。然后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我觉得每一次周年演唱会都是跟粉丝汇报一年的成绩，这样。然后我觉得今年组合成立第四年，这份答卷交得我很满意，就是很爱这个名字，很感谢这个组合，很感激自己有这段经历。三个不同的命运走到了一起，我们会一起成长，会一起奋斗，然后将来也会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烙印。但是我觉得 TFBOYS 就是不可取代的存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同时也能够照顾好他们自己。其实四周年来讲，算我，如果我自己打分的话，我觉得100分可以打个70分吧，70-80分，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失误，但是也有自己实力不足的那一份。但是我觉得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把自己想去做的东西都去做到了，都去把它发挥到了，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的，就是没有太大的失误啊。这样可能会有一些穿插着各种小失误。就是得知要上春晚的消息的时候，就是很激动很激动，因为觉得上春晚就是全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肯定，当时特别激动，就觉得说一定不能出岔子，一定不能出岔子，就是每一次连排彩排都很认真。然后到后来当天春晚真正表演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紧张，因为已经彩排过太多次了，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就也不紧张了，然后表现的还可以，然后挺满意的。那一次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现在应该能说那会儿那个音乐微榜好像是不打算邀请我们仨的，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榜上面粉丝投的票太多太多了，然后人最后就邀请我们，就临近那几天然后邀请我们去，然后当时就没想到最后还能拿就是什么实时人气还是现场人气那个奖。对，哇，就觉得就是粉丝挺厉害的那会儿。